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悲智印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您怎么看这个世界，其实都来自于您怎么想的一念心。但是人的心念变动无常，让人患得患失，不但感受到痛苦的境界，如果能够进一步的体认到，其实念头与情绪都是虚无缥缈的，能不能让我们在面对所有的人与面对所有的事的境界的时候，更能够处之泰然呢？2500多年前，佛陀在鹿野苑这个地方，对着五个人诉说了这个体悟，到底这些人能不能听得懂这个简单却有奥妙的道理呢？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静思精舍德堪师父，与我们一块来分享《无量义经》的智慧法语。德堪师父您好。嘉轩师姐还有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德堪师父，刚刚我们说那五个人是不是就是五比丘的故事啊？是。然后佛陀为他们所说的就是四圣地四地法，苦集灭道。那到底苦是怎么来的？陈如上人最近也一直在跟我们讲到三界火灾，那讲到人生的苦呢，就是来自于因为凡夫的无明所以苦，因为烦恼所以苦，也因为颠倒妄想欲望太多，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反反复复中一再的在苦中里面又再滋生苦。那我们说到呢，人生的苦我们最清楚也最切身的就是生老病死的苦。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爱别离，还有求不得，五蕴炽盛，非常喜爱的东西一旦很努力的争取来了，但是它不会是永久，它可能在一个不小心中就破灭掉了。那心很疼，很爱的人呢，现在是大家是甜甜蜜蜜的，可能一个怎么样的因缘就由爱转恨，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但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我们这些在火灾里面中游戏的孩子却常常不知道这里面是充满苦，在外面的父母亲一直呼喊我们出去，我们却还沉溺在里面游玩，所以不断的在里面又结了横结恶缘。所以上人最近才会不断不断的一再来告诉我们，三界火灾真的是非常的微脆，要我们要赶快醒悟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假如说没有能够真正知苦然后灭苦的话，其实把三界火灾当成是乐园，是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就算当下好像表象是乐，就算有那么一点点乐，它也不是恒常的嘛。是的。那当它不乐之后，它就是极大的苦哦。所以可能是我们一般凡夫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体悟的时候，那让上人也很焦虑，然后我们又在这边自得以为自己很高兴在乐园里面玩耍，那更应该去看清楚这个苦境的状况。佛法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有今天这样子的果，当然有之前造作的因，可是我们不去知这个因，去解掉这个缘，却还在不断的在跟人家横结恶缘，那当然就是会再累积更多的苦因啊。那这样子的苦的种子不断不断的在蔓延，它就是以后长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快乐的果。但是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啊，因为不知人生是苦，而且不断的造作苦上之苦，然后就像刚刚师父您说的，
没有办法有处理的那样的时间点跟那样的境界。是的。那假如今天我们知道苦了，我们要如何能够灭除掉呢？我们有没有可以做一些什么来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甚至能够苦集灭道，让我们走上菩萨的正道？对，所以我们要很透彻因缘果报的道理，要去解决苦，就要从因地去下功夫。就像圣人最近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很浅显，但是也很明白。就像是一个房子，很肮脏的房子，我们希望它干净，但是只是在那里期待它干净，却不动手去拿打扫工具来清扫它，它怎么会干净呢？所以就像人的烦恼这么的多，那我们不想办法去找到它的源头，解除源头上，用法水来洗涤这些烦恼，又怎么会变成清净呢？怎么能转烦恼为智慧呢？那所以对知苦的人，我们可以用法水来洗涤。哦，那假如对于一个目前他可能还在三界火宅，还在乐园里，自以为是在乐园的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他们也可以知苦？因为他不知苦的时候，其实也无法真的能够愿意去面对，甚至用法水洗涤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尘垢洗干净。首先在我们要去度化他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能够净化我们自己的心。那当我们净化，我们找到了方法，找到了好的法，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因为自己身历其境过，知道怎么样能够从苦中出离，再把这样好的方法再去告诉别人，再走入人群中去跟人分享，因为自己是切身走过的路，那这样子再带着对方一起来往这一条光明的大道来走，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上人每次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做就对了。是，我们体悟到，或者是我们有法喜，也要多去跟人家分享。是的，甚至把愿意去跟别人分享，正法的这种重要，跟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的这种行经的概念，就变成是我们自己很重要的法门。对，所以上人没有一直跟我们讲很多的大道理，但是让我们实际上走入人群，见苦知福，从众生的苦难当中，再来反观到自己的幸福，跟要去惜缘惜福，珍惜每一个因缘，因为人跟人的会遇都是有因缘的，不管是趁着恶缘来，或是趁着善缘来，但是我们都要用宽大的心去互相包容跟爱护，那就可以成就更多的善缘，共同来成就善事。感恩坑师父，感恩的。包括阿若娇成如在内的五比丘是佛陀三转法轮的说法对象，当然后来他们五个人对佛陀也从误解转变为归顺，并且成了佛陀的第一批弟子。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看这一段三转法轮的故事。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后，想起当初离家修行时父王派遣陪他修行的五个人，佛陀想要度化他们，于是佛陀便去找他们。那五位修行者远远地看到一位出家人走来，他们认得那是当初与他们一起修行的太子，他们不愿意理睬他，认为他是当初退失道心的人。但等到佛陀渐渐地走近了，五位修行者就被佛陀的威仪摄住了。佛陀如此庄严样貌、安详的举止，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跪下来迎接佛陀，并且皈依佛陀。佛陀第一次讲四谛法，是要让他们了解苦果与苦因，而五个人根基不一，第一次就听懂的是阿若娇陈如。他说，我了解了苦集灭道，最重要的是要修行于道。佛陀再一次转四谛法，劝大家应该要从知而行，从行去实证，又有几个人听懂了？佛陀再讲第三次，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并且加强弟子们修行的决心。
苦我已经彻底的深知了，集已经断尽，灭已经证得，道已经修学完成，我从四谛中完成了解脱生死，体现涅槃。第三次讲四谛法，终于五个人都了解了。由于苦集灭道四圣地是学佛的基础，因此佛陀以示转、劝转、正转三种方式，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并且修行，进而达到像佛陀一样的境界。三转法轮用心良苦，让五比丘总算是了解了四谛法的意义。但是换成我们，需要几次的说法与多少的磨难才能够了解呢？《无量易经》经文里面说到，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看师父啊，其实我们的心也是生生灭灭，对不对？那我就在想了，我们生了一个念头，其实它就是开始一个因果的循环。那不晓得您这里有没有一个我们在慈济里面的例子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然后如何能够好好看住我们的心。其实在慈济世界，这样子因为一个念头的转变而改变人生的故事非常的多。那在这里我就举一个在马来西亚发生一位林医师的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好，林医师呢，他本身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医生，就各种疑难杂症，别人看不好的病，到了他那里一定可以药到病除。哇，那因为在这样子的名利成就之下呢，病人又把他奉为像神一样来崇拜。所以慢慢的他的傲慢心起了，也迷失在这样的名利当中，所以共高我慢之下，跟家里面的人的关系反而是疏远，是很紧张的。因为在家里面的情绪没办法抒发，他就把这样的情绪带到了诊所，对着他的医护人员，对着病人发脾气。那他寻找的方法就是每天借酒浇愁，那这样的日子让他非常的痛苦，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跟事业。那在这样子的痛苦当中，就有慈济人出现，然后希望邀请他是不是到我们的义诊中心帮忙。那到了义诊中心，透过跟慈济人的互动，还有跟我们仁医会的成员，看大家付出无所求，还这么感恩柔软的身段，在他的内心起了一些涟漪，他自己静静地去思考一些事情。那让他人生观念最大转变的，是在他回到台湾参加国际仁医会的那七天，让他重新找回他自己清净的本性。所以他现在也因为认同上人的法，所以他自己如数做环保，不止自己做，他还把这样的观念告诉他的病人，要他们也一起吃素，身体才会健康。现在他不止救病人的身，还救他们的心。甚至有在卖荤食的人现在也不吃荤了，就听着他的劝告，大家一起来护生，一起做环保，救地球。所以他由一个充满了烦恼的名医变成了一个心境清净的一个仁医。哦，那真的一个迷跟悟之间就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是，那所以这是我们真的要常常看好我们自己的念头，也感恩开师父跟我们的分享。生灭法是万物运行的法则，我们的计划往往被无常干扰，因为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人生时时刻刻都在生灭法中。现在就让我们以最恭敬的心聆听一段上人的开始。人日常生活中无离开生住意念啊，生住意念就是来住意，代谢不足啊，代谢啊，就是啊，不管是大乾坤小乾坤啊，
人的身体啊，同款呢，瞬息的中间无有停息，心换旧啊，不断伫咧换，不断伫咧沉淀。大乾坤啊，咱会当头感觉到迄个四季的时间，真正的分明，这是大厦伫咧交替春夏秋伫咧交替，那这个中间咱会当看到，这是大自然的法则。那伫咱人呢，也若无大厦呢，咱红衣啊，那会当看到几个月后啊，可爱的儿童。几年后呢？可爱的囡仔，这种呢，都是伫逐天伫咧大厦中啊，生死去啊，身躯伫咧轮转啦。所以伫咧环境啊，也是有安尼一句话讲：自性无常，是性灭法啦，生灭。灭义啊，即灭为乐。这些啊，佛陀觉悟的境界啊，觉悟呢，在这个人世间啊，不管你是看得到有色的物件，看不到呢不知觉的物件，无不都是无常，自行嘛，行都是在流转的啊。岁月伫咧流转啊，那么这新陈代谢不断伫咧太古换新啊，一切一切呢，自性无常，所以是性灭法。你若会当了解啦，自性无常是性灭法，那会当觉悟，那性灭灭义啦。就灭为乐，咱知影生，生出什么呢？道心。生出什么呢？咱见如来本体清净的本性。那咱若会当了解一点呢，无明烦恼灭掉，灭掉了后，那咱心境自然就真正的寂静。你觉悟了后啊，其实一切呢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本来就有这一切呢。那哪一旦觉悟啊，本来都是安尼嘛，无有得失，无得无失啊。那自然呢，无有惊恐恐怖的代志，都拢总无啦，已经。解啦，那各家的烦恼呢、恐惧、得失等等，拢该消灭掉，安尼呢就是最快乐啦。所以各位，生住五灭大厦不住是瞬间念清哦，迄、那个邪流不息，咱啊多用功伫这个所在，应该大家人要了解都较贴。曾经有地质学家在陆地上的岩层中发现了海底生物的遗迹，证明了这块土地在过去曾经存在海里，沧海桑田，星星生灭，无需惊讶，三理四象都在这个法则当中。修学无量易经能够断除烦恼，在此之前必须先观察三理四象，了解世间万物都存在于生灭法之中。所以接着要请看师父可以教我们哦，或者是跟我们分享我们如何能够观察三理四象，同时如何能够帮助到我们，对于我们的精进跟修行是有所帮助。其实三理四象就发生在我们生活中，就是天地万物无不都是在说法。那过去的开悟者呢，他去看到了大自然中的一些境界，树叶掉下来了，他去体悟到一个树，它从它生，从种子发芽
到的长成大树，到落叶归土，它也可以开悟，因为里面就是充满了生命的大意义。所以我们说成处坏空，生老病死是随时跟我们是这么的密切，就像是人的心，我们说生住意念，这一刻的心念是很干净单纯，等一下碰到一个境界了，就起烦恼了，那唯有就是让我们的心回归到最单纯最简单的那一念质朴的心，那用开阔的心才能够普爱大众。那也在生活中呢，也透过因为这样的无常观、因缘观，可以帮助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要学习要关照到无常啊。这样的顺境它随时会变化，一旦无常来的时候，因为透彻了三理四相的道理，我们自然就能够放得开，放得下。那当碰到逆境的时候，就有因缘观。那既然知道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有缘，那自然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去自我超越跟突破，让自己能够不断的增上，也为这一个天地间大家一起带动往更美好的方向来走。那当进来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有因缘观跟我们有无常观啊、哦。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譬如您有没有看到什么例子也好，或者是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我能够更有智慧去应对。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情况不能够都随时让我们如自己的意，那当这些变化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很清楚明白的知道自己的心应该是要守持在哪一个念相上面、那当然这一个念相上面的守持就是依着正法，那在此即世界我们就是依着上人的教法，时时让上人的法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到境界来的时候，法就要拿出来用了。法它是空中妙有，你看不到它，但是法好好的用它的妙，却可以妙在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心境时时保持着很清净明朗跟欢喜的。我们要想办法让这样清净的把水呢能够升殖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那这样子的法水它才是生生世世是可以跟着我们的。感恩开示父，感恩您的分享。佛陀开示四圣谛是要所有跟随他修行的人都知道他的法教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修行，而修行后会有什么结果，想要继续沉浮轮回苦海，还是要得到涅槃解脱，就看您是怎么样的选择。这个课题流传至今，我们此生虽然看不见佛陀，但是还可以透过佛陀留下来的道理，给自己的种种境界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想想办法要如何改变。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